观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千瑞。我们今天来到了 Saramonte Subaru 的车行。那来到这里以后，作为第一次买车的朋友，肯定要想在这里买车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？那千瑞今天就带你来体验在 Subaru 车行买车，如何去买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是邀请 Alan 他们的华人销售 Alan 来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。你好 Alan。 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 Subaru 车行。哎，你好 Alan， 我是想问一下哈，如果我作为第一次来过来，想打听一下车，想买一个适合我的车，那你有什么样的好推荐好介绍呢？我这边可以首先了解一下您想考虑什么样的车型。我想一般很多朋友都是喜欢 SUV 了，但是因为居住在旧金山或者是周围的城市，停车位你也知道很有限哈。那既想满足我想买 SUV 的愿望，然后又喊停车，那有没有什么好推荐呢？我们现在正好有一款车子是全新款的2021年的车型，它的离地间隙是8.7英寸，符合您对 SUV 的期待，包括它也是全这个 standard all wheel drive， 它是四驱性能是非常好的。它现在今年的新款和去年的新款和去年的旧款比起来，在发动机和马达的性能上都有很大的提升。话不多说，我现在已经拿到了这台车的钥匙，我可以带你马上去。好啊好啊好啊，谢谢谢谢。给您介绍这台呢，是全新的2021年的 Subaru Crosstrek。它的尺寸呢非常好，它的尺寸只有176寸，非常适合在旧金山以及比较繁忙的都市进行停车。包括它的离地间隙呢是8.7寸，是标准的 SUV 的 clearance。和 Forester 啊以及 Outback 相比是一样的。而且今年是新增了一个运动版 Sport Model。Sport Model 它最大的特点呢，它是轮毂都是这种磨砂的黑色，非常的亮眼。包括后面呢有这种 Subaru 的 Sport 这样的一个 logo， 也是非常漂亮。而且今年的车型跟去年的旧款相比呢，它的发动机从2.0提升到了2.5，它的马力也从156提升到了185马力，所以它的马力性能方面还是非常强大的。包括它同时还是继续保持了这个四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传统，包括您如果想去 Reno 啊或者是 Tahoe 那边玩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问题。非常适合在山里以及雪地里来驰骋。那我可不可以坐来体验一下，开出去走一走呢？可以的，我们现在提供这个试驾服务呢，我们需要客人的这个保险信息以及您的这个驾驶证driver license 和 insurance， 我们这边可能拿去复印一下。好的。并且现在由于疫情期间呢，我们的 sales 是不能在车上陪同您来做试驾的这个活动，所以说您需要本人自己来开车。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试驾活动了。说 Subaru 是四轮驱动的，非常有驾驶乐趣啊。今天开在路面上就感觉，哎，就这个油门轻轻一点啊，这车就走，非常的省力。哎 ，Alan， 刚才我试驾了以后，我觉得这个车开起来还蛮不错的。那 Alan， 你能不能简单的总结一下，从一个客户进来到买车，他这个整个的流程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客人进来之后呢，我们首先会根据客人的这个需求做一个判断，客人想要什么的车型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可以这个个性化的定制，例如说客人是想要布凳的还是想要皮凳的，包括车辆外观的颜色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最佳的车型。然后我们会要求客人提供他的保险信息和驾驶证，这样我们可以进行试驾的活动。试驾回来之后呢，如果客人很满意车子呢，我们会把客人所有的信息收集起来放在系统里，根据客人的信用报告提供出客人对这台车子的要求，然后包括您是想租车子还是买车子，不同的这个月供的这个 pay option 我们都会展示给客人。如果客人满意了其中某一个 option， 继续进行下去呢，我们会把客人所有的信息收集在我们的 finance 的部门。那我们 Saramonte Subaru 的购车流程，我们是尽量要求简单化。如果客人顺利的话，当天的情况下，例如说3个小时左右，您的爱车就可以提走了。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这个语言团队，我们可以有讲国语的，可以有讲粤语的，包括也可以讲这个西班牙文的。就是客人不同的客户群体进来了，我们都可以提供全方位的这个翻译服务，包括在客人在 finance 部门签字的时候，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语言服务。客人签字完之后呢，我们客人在签字的同时，我们就会把车，您的爱车放在我们的 detail 的部门进行深层的洁净、里外的清洗。然后客人在走之前呢，我们会把车子加满油，让客人能够安全无忧的驾驶整台车离开我们的车。非常感谢 Alan 的介绍。
观众朋友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即将结束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aramonti Subaru 车行的一个整个购车流程的体验。如果您对 Subaru 车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您来到 Saramonti Subaru 车行，这里的华人销售将竭诚为您服务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